的友好的。那么在欧洲各国其实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单独的文化，有自己单独的这个语言，但是 we are united in diversity。所以呢，刚才也是我们的 dancer 就这样的演出来带给大家的呈现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现场。